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15 የጊዜ ሰዋሰው ልምምድ ኒ ሚንግቲያን ጂዲያን ሻባን 我明天下午5点下班。 你明天几点下班? 我明天下午5点下班。 你明天几点下班? 我明天 下午5点下班 你的妹妹几点吃晚饭? 她晚上7点45吃晚饭 你的妹妹几点吃晚饭? 她晚上7点45吃晚饭。你的妹妹几点吃晚饭? 你的爱人什么时候来? 我的爱人明天中午12点半来。你的爱人什么时候来? 我的 爱人明天中午12点半来。你的爱人什么时候来? 我的爱人明天中午12点半来。